澳洲留学一句话答疑。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我们的澳洲留学签证解答小课堂。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的学生签证和我的毕业生工作签证即将到期，我该如何延长我在澳洲境内的签证？在这里啊，今天给大家列出了9种方案。对，你没有听错，是9种。不过现在可能有同学问，为什么今天的抖音视频没有见到我们家的猫？对，今天因为干货太多，所以先看完视频再来看我们家的猫。好，回到刚才我们的主题哈，第一种方案呢，学生签证这种情况呢比较常见呢，就是有的同学可能学生签证到期之后愿意继续去读一个书，或者是我的工作签证到期之后愿意寻求新的专业或者寻求更高的等级的学历的话，那么这是可以选择学生签证的。但是对于一部分同学，如果你是选择降级读书或者选择的专业跟你之间差别特别特别大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的一个签证风险的问题，当然还有特别要慎重的面对你的 GTE。 这种时候一定要说的就是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第二个类别呢就是旅游签证，这一部分同学呢可能就是说其实你在澳洲境内的学业已经完成，工作积累工作经验也积累了不错了，可能打算有一个完美的毕业旅行，这种情况你可以申请一个3个月、6个月或者12个月的旅游签证。第三个类别呢就是说面对第一次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的学生签的同学，你可以申请这个毕业生工作签，主要呢就是看你目前是不是已经有了注册2年课程的时长已经完成，并且有了居住满16个月，以及其他语言体检呀、品德这些要求，如果都满足之后，你是有可能拿到1.5年或者是2年的毕业生工作签证的。但是切记不要轻易去 DIY， 见过太多悲惨的案例。好，这是第三个类别。第四个类别呢，就是可能说到大家心头一凉的一个东西，技术移民和州担保。当然，如果你是90、95分、100分甚至100分以上的这种专业大神，那我就不说什么了，独立技术移民依然是你的选择。但是对于分数不够高的同学，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尽快把你的目光放到你的州担保或者是某些偏远地区的州担保上，因为这些州相对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所以说移民的路并没有锁死。好，再下一个类别呢，其实就是很多同学可能近期会问的一些407培训签证。这种呢主要针对的是说，如果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个人技能，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过去2年之内呢有1年的全职的工作经验或者这种学习的经历呢，你是有资格申请407的，有雇主担保给你1到2年的这么一个407的培训签证。那么再下一个类别呢，就是针对毕业生工作签证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你已经积累满了2年的全职的工作经验，那么你可以申请的就是482雇主担保。再下一个类别呢，就是有一些同学在澳洲读书或者工作期间呢，遇到了自己的真爱，然后呢，这个真爱呢，刚好不小心又是一个 PR 或者 citizen 之后呢，拿到了自己的配偶移民的签证，当然这种属于人生赢家型的啦。还有最后这个类别呢，可能相对更小众一点点，但是很多同学会问，就是商业移民。很多同学可能听到什么188、888，或者我没有钱，我肯定做不了商业移民。但是不一定，那某一些类别，其实对有些留学生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说在485毕业工作签证上已经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的同学，其实是适用的，甚至你也可以考虑这个类别。所以说，如果有这方面咨询的同学呢，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好，现在回到我刚才的诺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小猫猫，你的呢是一只暹罗猫啊，因为澳洲现在是冬天，所以它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当然，如果是关注我们的抖音账号的话，就会慢慢看到李楠楠在明年的时候又白回来了。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拜拜。